大哥汉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是我27岁生日，买个大蛋糕庆祝一下。去年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许过一个愿望，说今年要做爸爸。在这里也谢谢每一位给小小刘送上祝福的朋友，我相信他将来肯定是又幸福又快乐。姐姐啊，开门。那有一只柜子家。啊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柜子我朋友的，我朋友的。姐姐，我这里。刚一放，他一只柜子元宝的，是对头的。我看朋友屋里向个柜，比方说我带朋友去宴请呢，我只黑背头记得你屋里。哦。到两房里不行，那么金钻片呢？这个主人出场，我一来档口的。这对于像柴犬的。老婆，那个是今年新的碧螺春了。哦哟，大不耐上当水。哎，你上趟弄个啥个？上趟不耐个白肉，金钻碧螺春，厉害。真的呀，我们那是肯定能够上手，店么鱼鱼，狗么羊羊，羊在了花么姐姐，后半年么平台唱唱，那个么才是来年年的生活。舅舅来了弄啥？不来弄啥你米哇？二斤米。哎，是，也得烧个煎的啊。盲盒煎的，不现在还搁里向烧。啊，熏煎的。嗯，吃了面了，现在来小区里走走消消食。姐姐，哪是你今天上课子玩？黑白双煞。你们我累累两条。还是一个人累两只狗蛮吃力。现在去买咖啡，一会儿蛋糕咖啡，正好下午茶。蛋棍，蛋棍。蛋棍啊，蛋棍啊，来着呢，来着呢。哎呀呀，开心的嘞。好，走。136块。好，谢谢。看看订的大蛋糕怎么样？那个本子呢？再来一把。金王冠啊，无人。我此刻上的真开的，真开。看看这个蛋糕，生日快乐！你七岁，二十周年，十周年七岁哇。虚岁呢？虚岁，你不是。在阳春的辰光是老多球毛立了窗口头看个，为了眼睛问题嘞。啊，刚才同事讲中午，中午还是吃吃吃一来吃吧。没没见学一个人。镜子和小孩平平安安这是最重要的，平平安安生下来。这还没是个男的，他怎么来了一趟地方？总归是人家们个几岁的。对呀、啊。那归公受用通大吉，这个来找你算了。你是老黄忠，那个一问的，不是谁不耐讲嘞？来，来涛涛，没开始吃了那个三叶蛋糕。等等，我三十七岁三叶蛋糕，你回去了？太干。